所有的子女现在都很争气哦，在社会上都相当的受人敬重。原来高雄镇的模范父亲，伫亲人的陪伴下，公映出场，接受县府秘书长陈朝王迎接，以及大家的祝福欢迎，表明是相当的隆重温馨。我们过去一直都对母亲呐、的这个的庆祝或怀念呐、特别的多哈、因为母亲一般来讲在家里都比较温柔了哈、那父亲都比较严肃哈、那事实上呢，父亲对一个家里的贡献哈、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。那大部分一个家庭的这个经济来源啊，经济支柱都是靠父亲哈、所以父亲在外面呢、拼这个事业哈、为了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这个生计哈、也是非常辛苦的。南投县政府今年一度的全国模范父亲表扬大会，拢总有16位模范父亲，大家是一一上台，由县府秘书长陈朝王亲身表扬。每一位接受表扬的父亲，唔但有好的品德，而且为社会尽心尽力来贡献，因的模范精神，拢是值得大家尊敬佮学习的好对象。啊，这些被表扬的模范父亲啊，平时啊都在各乡镇哈、对家庭照顾得非常的好啊，被村长啊、里长啊推荐为啊出来代表乡镇出来啊，祝在这表扬的哈、模范父亲啊恭喜啊，同时在这边也要祝所有前线的爸爸们，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。大多数家庭，爸爸给咱的印象拢是严肃坚强，而且唔但爱做工课，阁有守护一个厝的责任，就希望为世世营造一个温暖安心的家庭。这次接受表扬的模范父亲，就算已经有年岁啊，也是全心全意为家庭来付出。啊，这时代义务先生，就咱这时代先生爱教育子女吼，这每一个父亲都需要做的责任啦。啊，囡仔已经大汉啦。啊，大家玩啊真友好啦，个个拢真友好啊！都讲你话啊老啊都食用饭啦，啊望只家子孙啊吼，大家啊都会进步发展，身体健康安尼。活动中，县府嘛特别准备一连串精彩表演，来帮这阵模范父亲留下庆祝，希望好大家会当放松心情，度过一个快乐的父亲节。记者王祖祖，长报道。